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主持人蔡小君。防疫期间呢，全台是动了起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基隆市环保局为民服务的各项措施。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要结合防疫，有什么项目呢？为您邀请到非常重量级的主角，我们基隆市环保局局长赖焕宏，赖局长。主持人好，我们各位乡亲市民好朋友大家好。局长好，非常感谢局长来上我们市政节目，不但可以跟大家宣导正确的防疫一些相关措施，当然也可以看见市政府真的很努力。好，要先带大家来看这个案2089，经常到我们七堵区中心最热闹的南新市场，市政府呢，他们在5月18号就进行消毒，但是在消毒那一天突然间下起了大雷雨，你知道吗？外木山那天还下冰雹，但是因为这样一下，但是他们在消毒，没关系，大家说没效。5月19号又再来消毒，我们一块来看这段影片。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升温严峻，由于基隆市政府公布个案2089到公共场所的活动是经常到七堵区中心最热闹的南新市场，虽然市政府也赶紧要求环保局清洁队员5月18日下午到市场进行消毒，不过刚好遇到大雷雨，民众和民代认为效果不大，因此5月19日早上9点半，市政府再度派环保局清洁队员到现场再地毯式的消毒一次，也获得当地民代的肯定，同时也呼吁民众在疫情严峻的特别时间内，还是尽量待在家里，减少外出。那今天市政府二次的消毒，也再次本位再次的肯定，因为昨天因为下了一场大豪雨，然后很多的店家跟商家跟我们民代反映，是否效果有差一点。那今天啊，我们市长立即也指示环保局再度的二次来我们这个啊疫情这个疫情者走过的地方再次的消毒。我先在这边除了肯定啊我们防疫第一线跟消毒维护人员的辛苦之外，个人表达非常的肯定。谢谢我们环保局昨天这个在紧急的一个措施特别下午1点开始南新市场停止营业那也到现场来消毒那真的很巧，刚好昨天在消毒的过程刚好这个打雷下了一场很大的雨那可能考虑到这个消毒的整个过程不尽完善所以我昨天又打电话给环保局局长，请今天一定特别务必要到现场再来消毒一次让我们人民安心我想这个现在的整个疫情的严峻什么都是乃身外之物，我们政府就是要保护人民的一个健康为优先那也谢谢我们环保局也谢谢所有的这个站在第一线的工作人员，辛苦你们了，谢谢。真的很感谢环保局，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环保局的这个消毒大队哪里需要哪里去。我们要请局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综合说一下这个消毒大队的成员然后他们的工作内容范围。那个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想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环保局的工作很多哦，从马路的清扫、水沟的清疏、割草，然后收运垃圾，那其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消毒。那我们消毒常常有大概有3种的一个消毒了哈。那第一个就是啊，我们常常会看到的就是环境卫生的消毒。那每年大概在一年，环保局会有2次的环境卫生消毒，那由公所和里长来执行，他们就会背所谓的热烟雾机哦，然后沿大街小巷啊在进行的消毒。那第2种就像这种的防疫的消毒，那目前是由环保局的同仁来执行。那我们有一个卫生班，其中有大概有10位的我们的同仁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卫生班在执行啊所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防疫的一个消毒。那第3个消毒就是我们会有风灾、水灾、淹水后的一个水退后的一个消毒所以大概是我们消毒的最3大的一个工作。那这次在疫情的当中啊，我们就动用了所谓的一个车载式的一个喷雾消毒机就是装在车上的，还有就是我们所有的同仁背在身体上的这种是背负式的这种鼓风机式的消毒机用喷雾式的一个消毒机。那这2个的最大区别就是属于大面积的我们是用车载式的一个消毒机，那它可以作用快速啊，装的水量也比较多，可以在很迅速的针对大面积，所以你们看在马路边或者是一些我们的骑楼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消毒机来执行。
啊，如果是背负式的哈，这个就是台语讲的看又刚的保温呐哈，就是我们会去火车站里面或是一些公共区域，就车载没有办法到达的地方，我们就用这种背负式的一个消毒机了哈。那这样的消毒机，跟人家说是不是在喷农药？好，我们不是在喷农药哈，我们喷的是消毒水，所以我们是用烟雾式的哦，用烟雾式可以用一个烟雾的一个方式，让这个空间好的这些病毒细菌，然后会借由所谓的漂白水啊的一个作用，哦，次氯酸钠的作用，然后来做一个消毒的一个工作了。对，这样可以知道，其实他们每个人都很辛苦。像他们如果是在车载式的话，也是一样全副武装，不管是那个背负式的或是车载式的，都是要全副武装。那配备也都是还蛮重的，对不对？对，其实这次因为是疫情的关系，然后在这个 COVID-19 它属于一个高传播的一个方式，然后病毒式的一个这样传播，可以借由空气中飞沫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求所有的同仁都用着穿所谓的一个 C 级的一个防护衣了哈，然后还是要戴手套、鞋套，然后戴护目镜，哦，戴口罩，哦，这是他们一个的标准的配备。我们也希望说，这些同仁其实他是属于高风险的，哦，就是这些是有可能染疫的，可能是在染疫的就哦确诊者的哦家附近，或者是他曾经出啊他的足迹，哦，曾经到的场所。那我们都进行一个消毒，那我们也要保障我们一个同仁，所以我们都要求他要着 C 级的这样的一个防护衣。其实非常的热啦，尤其这几天天气非常热的状况，其实他们整个消毒过后，口罩也湿的，衣服也湿的哈。这个台语常常说一句话哈，湿到连哦我们内裤都湿掉了哈，所以我们同仁是非常的辛苦的。是真的很辛苦哎，刚才说到他们其实不只是现在疫情期间的进行出动，他们在平常每年都会出动三次，对不对？两次、三次，这个全市大消毒。哦，我们现在就是卫生班，因为人数比较少，哦，所以全市大消毒的一个部分是委托公所还有里长，哦，所以我们一年有两次的全市大消毒，那是由区公所包括里干事还有里长哈深入啊我们里内的哈我们各的大街小巷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消毒。那消毒的药剂我们称为环境卫生用药，这是属于一个列管的药品。然后喷洒的这样的一个作业，也需要有取得所谓的病媒防治液的证照的人员，才可以进行相关的喷洒。那因为这样的药品是属于管制药品哦，不得随便的买卖。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网络上都会有人在卖，可能一些网站呐，哈，那个网络网站上会有卖这样的一个药品，哦，就是环境卫生用药、除虫药啊，或者是什么除虫药片或什么防蚊片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都会被遭受处分呐，啊。所以在这边也跟市民做一个宣传，哦，有些人会可能到国外看到有一些环境卫生用药，哦，这觉得非常效果非常好，在网络上来自行贩售，并没有取得相关的一个许可，那这个都是会违反好我们的法令的一个规定，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要宣导一下哈，这个一定要取得专业的许可证之后，才能贩售这些环境卫生用药。是，这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没有取得到证照的话，还是不要在网络上乱卖这些药。那刚才说到，其实每次消毒过后，里长们、地方民代都反应非常好。我最印象很深刻，我一次去庙口，就心想：哇靠，今天到底怎么蟑螂都跑出来了，满街乱窜，到底怎么回事？局长，哦，我想药有很多种啦。好，那因为我们怕会有抗药性，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更换不同的药。那更换的药就是要避免对于环境哈会有做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这一些哦所谓的病媒蚊虫，它会产生一个抗药性，所以我们会换不同的药。那有些里长都会今年，比如今年他都会打电话给我说，哎，局长，你今年药比较有效啊。其实也不是说药比较有效，因为我换了跟去年不一样的药，其实这一些蚊虫一般就不会有累积所谓的抗药性。然后药也有两种，好，一种是除虫菊精的一个方式，有些是菊精的，哦，就是那另外一种是会哦马上就致死的，哦，那这样的一个药品我们会搭配的使用。那很多里长会认为，哦，这个当热烟雾机，哦，开下去的时候，这些
蚊虫尤其是蟑螂，如果都跑出来给大家看，就会觉得这药有效了。但是我们也接获很多民众反应啊，尤其是我们像主持人这么有气质的小姐哈，都会反映这个真的会吓到很多我们市民好朋友，尤其我们这个女性的同胞，都觉得这个蟑螂怎么会到处乱窜啊。所以我们也有在跟里长说，我们在执行这样的一个环境卫生喷药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把水沟盖盖起来，对，水沟盖盖起来，然后不要说这些蟑螂跑出来给大家看啊，或许大家会觉得跑出来，真的是药是属于有效的，但是因为真的现在是环境卫生的关系，希望说这些能够直接在水沟，那到时候由环保局在清水沟的时候，把它们一并把它做一个清除了。对，其实可以看到药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手。那当然，这一次我们运用在喷洒，我们要消毒环境的部分，碰到这个疫情，其实也有讲究，对不对？什么喷雾式啊，或者是那种。那叫什么注射式的，对不对？是，我想这个要说明一下哈，就是我们在消毒，我们可以分成两个，一个就是室内与室外，室内与室外。那室内的一个消毒，其实在这边要请我们各位，我们市民好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在大楼的部分，那尤其是各个社区，它有大门每一栋的大楼的出入口，然后还有每一栋的电梯的梯间。就是我们等电梯那一个梯间，或者是整个在电梯的里面，还有我们楼梯，还有相关的公共设施，比如有些地方有运动的设施啊，有健身房啊，有阅览室啊，还有一些多功能的活动中心，尤其是像我住在那个八斗子的山海关，我们还有那个小朋友玩的那个球池，小朋友可以跑到那边的球池。那这样的一个公共区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门把啊，洗手间啊，或一些扩音设备那些旋钮，尤其是我们电梯按的各楼层那个按钮，其实这个都要负责消毒，这个消毒的工作就要麻烦我们的所有权人或者是我们管理委员会，就要做一个定期的一个消毒。那第二就是公共空间的部分，公共空间就包括学校，公园呐，还有一些公厕的一个部分。一样，主要是尤其是在学校，像学生所经过的穿堂啊、洗手台啊、厕所啊这些哦，还有小朋友比较小的学生，他们会喜欢的游乐设施或一些运动设施，这些会接触到的地方。那公厕也是一样哦，它的门把、水龙头哦，这些会接触的地方，这些其实都要做一个所谓的一个消毒的工作。那这样的一个消毒工作，我们会建议的是使用，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会希望说直接使用漂白水。那这样漂白水的制作，其实请各位我们那个各位观众好朋友，其实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做法了哈。那我相信在家里或者超商都可以取得一个所谓的2000公升大的宝特瓶，这个大的宝特瓶一瓶哦，不管是汽水这样2000公升，这样的一个2000公升的一个水，你就准备好。你准备一个水桶，一个2000公升，然后我们市售的这个漂白水，市售的漂白水，牌子非常多，其实长得都一模一样，就是那个蓝色的瓶子。那它一个瓶盖大概是属于20cc， 你就加两个瓶盖的水，好倒到水桶里面，然后再加少许，再用少许的水先把它做一个稀释，然后再把这2000公升的水全部倒下去了。这样子的话，就是跟各位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市售的这样的一个漂白水的浓度大概都是5%到6%，好，那我们要把它稀释到所谓的0.1%的这样的一个消毒的一个浓度，标准的消毒浓度，就是我们常讲的1000 ppm，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子稀释所谓的50倍的一个方式，所以你就是两瓶盖40cc， 再加上这个1000的水下去。你就可以得到了一个0.1%，就是1000 ppm 的一个消毒的这个消毒剂，就是我们利用漂白水。那漂白水制作好的时候，依照环保署的指引，刚才我们有看到那个环保署的 VCR 也会介绍，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要用的毛巾、抹布还有是拖把，至少要浸泡2分钟了。那浸泡我们会建议就是2到5分钟的一个时间，然后2到5分钟的一个时间，那你把它拧干来做一个擦拭，这个擦拭只要你手会摸到的地方通通要擦拭，就像我们这个桌子
这个桌面都会摸到，全部要做一个擦拭，椅子、好椅背、好这个都会摸到的地方，全部做擦拭，尤其是进出入我们所谓的门把的一个部分，这个都要做一个擦拭。所以社区公共空间就要注意，大家会摸到的地方一定要擦得非常彻底。对，那有些人会问说，那我要多久擦拭一遍？我们是建议然后5个小时。五个小时啊，最好是5个小时那个擦一遍哈，利用这样子哈，我们就利用稀释50倍，然后泡在水中抹布或者是拖把泡5分钟，然后每5个小时哦做一遍哦，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消毒，我相信可以确保我们的公共空间或者是我们居家的环境能够做一个有效的一个消毒了。是，消毒消得好，大家生活的才很安心。那刚才局长有特别提到，就是自制我们的消毒水的部分。那其实最近大家在网络上或许会收到一些消息，就是那个他们喷的那个水到底是什么水？是不是在喷农药什么之类？是不是对人体有害啊？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哦，这个假消息满天飞，大家要慎选，不可以乱转传。一块看这段影片。疫情升温，陆军派遣化学兵支援县市政府进行消毒工作，却有民众在网络散布谣言，表示陆军消毒药剂非常毒，要民众紧闭门窗，也不要买外面的路边摊，经证实为假讯息。那他主称今天晚上务必将家中的门窗紧闭，因为新北市与台北市在星期五跟星期六两天会有陆军化学兵群来进行全面的消毒，那这两天也不要购买路边摊或面对马路边开放式厨房的餐饮跟食物，因为化学兵群的药剂非常毒。那这个讯息经过国防部以及卫福部的证实，确认为假讯息，案经本局电侦大队进行侦查，通知涉案人到案，经侦讯之后啊，确认假讯息的这一个要件，移送法办。刑事警察局电侦大队除了将涉案人51岁张姓男子依法送办，也呼吁民众不要散布假讯息。从5月10号疫情状况变化到现在，总共立案侦查的假讯息有25件，经过侦结移送的有5件12人，那也发布了7件新闻稿来澄清说明。也再一次呼吁民众对疫情相关的防治措施以及最新的状况，应该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所公布的讯息跟声明为准。那民众如果有接获来源不明或未经证实的疫情资讯的时候，应事先查证。民众若任意散播、转传来源不明或未经证实之疫情资讯时，将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金。哇，所以可以看到，刚才网络上的那些谣言都不是真的。但是我们想要了解的是，那个消毒水到底是什么水？我想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大概都是用所谓的次氯酸钠漂白水的这样一个东西，那这样一个东西想，因为它现在是一个广泛的生产，所以它售价也比较便宜哦。啊，越毒的东西其实售价越贵了哦。那以国军现在来协助它这样的一个喷药，还是以所谓的漂白水、次氯酸钠来进行呐。好，那我们刚才可以从刚才的 VCR 可以看到，我们国军大概使用的是2种装备，一种的是属于鼓风机式的一个喷雾剂的哈。我们叫做水雾喷射器，那这个就简称为背负式的一个喷雾消毒机啦，叫消毒机。那就我刚才之前有说明的，这个是属于在室内，或者是比较要做浴缸的保温，所以才会用到这样的一个背负式的喷雾消毒机。啊，如果是属于大面积的，你们可以看它就装在悍马车的，好那种车载式的。好，这个叫消毒车啦，就车载式的一个消毒车，它是专门在使用大面积。还有上一支的 VCR， 我们在南新市场，好那个在马路上的施作，我们都是用所谓的消毒车然后来执行。那我相信不管是我们现在好辛苦的国军或者是我们的同仁来执行的这样的一个消毒，目前都是以次氯酸钠好这样漂白水
来当作我们的一个消毒剂，那大概都是用所谓的 0.1% 的这样的一个浓度来执行。那有些区域我们会认为加强，但就会浓度就会高一点，但是都是至少都有1000 ppm， 达到可以我们就是把这些病菌这些病毒杀死的一个浓度。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主要这一些1000 ppm 的消毒水，我们的漂白水其实就是以消毒病菌病毒为主啊。那刚刚也有讲到，其实在社区，不管是封闭式的社区或者是开放式的社区，大家都会很担心，像现在疫情进入到社区感染了，那要怎么消毒才是对大家最好的呢？我们要请局长跟大家再次提醒啊。对，我想两个部分，就是在社区还有大家室内啊，就成我刚才所说的，我们要赶快调制好我们的一个漂白水哦，就利用这样的一个漂白水啊。漂白水有它要特别要注意一个地方，就漂白水的放置一定要放在阴暗处啦哦。啊，有些人说啊，这个不能看到太阳哦。有人说好，那我就把它遮着哦。那这个不是哈，他意思说他是怕光哦，怕光。好，我们这些漂白水它见光就没效了啊，见光会慢慢分解掉。哦，分解掉。对对对，它的那个光的 UV 会让它会有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希望说漂白水没有用的时候，你一定要放在阴暗处，所以比较多的人都会放在我们家里琉璃台的下面。嗯，哎，就是避免跟光的一个接触，来确保它好的浓度。然后，如果你放在外面有受到光，那一定会。哦，就是到光的一个分解。那第二个就是你盖子要盖紧，是哦，这个漂白水你一定要把盖子盖紧，好，这样的盖子盖紧的状况之下，才不会让它因为反应然后整个挥发。对啊，有些人就会问说，哎，这些漂白水如果我没有用完了怎么办？我已经调好了1000 ppm。对对对啊，我也擦过了哈，今天哈没用完怎么？没有完了怎么办？我们是建议你就先放一段时间哦，拿盖子盖起来。哎，不用，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时候会脏嘛哈，水一定脏了，那我就建议说大家大概至少可以放一个小时，让它把它那些味道把它发散进去。那不要说有些人就是直接。哎，我直接要倒哦，就主要就倒到水沟啊，就流到我们的河川，其实会对河川也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可怜的鱼。对，所以我们也就建议说，哎，如果你有用到了，哎，至少还放一下。其实那个可以很发现，说，哎，当它那个味道没有那么呛鼻的时候，哎，你就可以把它可以做一个倒掉的一个动作，对，因为它已经自然都挥发分解掉了。是，对，所以要提醒民众，就是你用完漂白水之后，不要立刻就倒到我们的水沟，让它挥发一下，把它有毒物质挥发完毕之后再倒入，这样就可以保护我们的河川。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我们的社区室嘛，就是大家进出会摸到的地方都要消毒，而且局长也提醒大家，最好5个小时就消毒一次。那营业场所们，我们知道很多像餐厅啊、理发厅啊，很多的营业场所，那他们的消毒部分有没有要加强注意？好，其实就是跟一般我们住家一样，就是手会摸到的地方。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疫情，现在很多在前段日子的时候就开始，我看到很多店家大概1-2个小时就会针对他的门，好，或者是桌面。都会进行消毒，要更密切的消毒，对，更密切的消毒啊，所以比较简单、比较快速的方法就会使用到酒精，是，就是酒精。那有些人就是现在哎，看到酒精在市售有两种浓度，一个是75%的，75%，一个是95%的，75%的百分之，那要跟各位市民好朋友讲说，一定要买75%，你不能买95%的。因为有些东西95%的话，因为它会造成病毒，通常是在细胞里面，它会造成细胞外壳马上做一个凝结，那你那个病毒还活在里面，所以为什么要用75%？就是让这一些酒精可以深入到细胞里面，破坏你这个病毒。所以在这边要跟各位市民好朋友说，一定是要用75%的酒精来进行消毒。是，对。然后在消毒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用在人体，因为它酒精对人 的那个所谓的皮肤的损害会比较小，那么回去可能针对你全身会进行所谓的一个消毒。但是我们在这边还是要提醒我们市民好朋友，全身消毒有个地方是最重要的，要消毒到就是鞋子，尤其回去的时候，其实希望能够把鞋子的部分把它消毒。是，那这我们都讲到的是个人家里还有营业场所的消毒，再来就是户外公共区域的消毒。
那在环保署所颁定的哦这个消毒的指引，在公共区域的或者是确诊者的好的家的附近，好，这个都由环保局来执行。所以我刚才有跟各位报告的是，我们当接受到疫情指挥中心会通报的哈确诊者的地点或者是他的足迹的时候，我们的消毒就会启动。那我们现在是目前是以车载的方式，以车主的方式来编组来进行消毒，那就会针对户外的空间。那这样户外的空间有很多的是，比如说我们的车交通场站，哦，火车啊，哦这些地方，或者是我们公车的循环站，哦，这些都是列为环保局消毒的一个重点。就是背着去比较细部的清洗，对，或者是说我们的车载开过去，就会在旁边候车亭的公车的候车亭就直接做一个消毒。然后再来就是大型的哦，所谓的一个营业场所，哦，包括我们一些哦，比如我们现在东岸的哦广场，哦电影院、健身房。好，或其他的一些营业场所，那时候也接受我们本市的疫情指挥中心，这些好所谓的健身房啊，或者是电影院，都自主性的现在就已经好，他们就是停止营业，好来配合现在的一个消毒的做现在疫情的一个部分，好，然后环保局就可以在它外面好做一个户外空间的一个消毒。然后再来就是人潮聚集的点，哦，这个也是环保局消毒的一个重点，包括市政府哦这些洽公的地方，哦，啊，所以我们一般就会针对哈这个确诊人个案他的住所，还有他的足迹啊，我们就启动我们的消毒作业啊，我们就是消毒车。好，来协助好做公共区域的一个消毒。是公共区域，但是如果是居家呢？如果是确诊者的居家，你们会协助他们吗？因为确诊者的居家其实是高风险的地方，是。那我们一般就是室内的空间的部分，环保局是不进去的，就写条子给他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哦，那个卫生局会去，卫生局会去，对，他们在卫教的时候就会跟确诊讲说，你的环境也是要做一个消毒，对，就会详细的列出来该怎么做。那尤其是基隆大部分都集合式住宅比较多，所以。户内的部分就是由确诊者的家人把它消毒完毕，户外的部分就是由社区的管理委员会来处理。那剩下的马路这边的公共区域或确诊者的足迹的部分，就由环保局来执行这样的一个消毒作业。所以大家都分工合作，来确保我们居家生活是最安全的。那刚刚谈到我们的居家清扫嘛，清扫工作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清扫的方式不对，那很抱歉，病毒还是不会被消灭。我们要请教局长，如果在家里的话，要如何正确的来进行我们的居家消毒呢？好，我想就是这个消毒哈，其实有就好，刚才就有讲过，就是如何我们把漂白水变成我们的消毒液哦，所以我在不厌再跟各位说明一次哈，我们就用两瓶盖的，好，两瓶盖的，好的漂白水加2000cc，就是一个保特瓶，好的这样的来制成我们的一个好消毒水，那就可以对我们所有的家具，好手可以摸到的地方来做一个清理啦，好，所以在这边还是提醒大家，身体的部分我们用酒精，好，手部的部分酒精，好，如果能够洗手是最好。啊，如果没有办法洗手，我们就用酒精。然后家里的部分、环境的部分，我们就用漂白水来进行我们的一个消毒。那这样的一个漂白水的一个消毒，也要特别要注意一下，就在消毒的过程当中，你要去注意你的身体有没有不适的、不舒服，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含氯的，次氯酸钠含氯的一个化学物质，这样长期的呼吸，有些人的是会有。不舒服的一个习惯，那就赶快把窗户打开，赶快不要再去接触，然后能够让自己做一个妥善的一个休息，然后做一个换气。啊，不过还是要提醒啊，如果真的不舒服，还是要赶快就医，对。是，对，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彻底做好居家的清洁，然后擦的时候，你只要摸过的地方，其实都要基本上都要先擦好，擦拭干净。会建议是用酒精，因为它对人体是最无害的。那当然酒精喷洒也有秘诀，对不对？他现在坊间说用喷的不如用擦的，对。那擦有没有什么秘诀要注意？其实就一样，其实这个是讲到那个病毒的原理啦，因为它有一个膜在保护着这个病毒，所以你借由擦拭的动作的时候，
可以破坏啊，其实最主要是一个对于你细胞的一个破坏，然后让这样的一个病毒能够没有完整的细胞才还会一起死掉哦。所以我们会建议说，你用酒精消毒，你还是手还是抹一抹，还是要抹一下哈，就像我们干洗手一样。不要以为喷了就没事，不是这样，喷了就不会有事哈。我们还是要有这样搓的一个，对，一个洗的桌子喷完之后还是要擦，还是要擦啊？对对。要不要等多久啊？哦，酒精挥发很快哦，酒精挥发很快。对对对，这些我们使用哈的一个，包括酒精或者是漂白水，其实它挥发性是还蛮快的。很快的，对。但酒精真的是对人体伤害比较大，而且记住要买75%的。那刚才局长也有跟大家分享一下，是自己自制消毒水，是要不要再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可以最快速度怎么做呢？我们就记起来一个口诀，就两瓶盖，我们就是买来这一整桶的漂白水，我们就两瓶盖加2000cc， 就一个大的宝特瓶的水啊，你就可以制作出一个标准的，绝对是有效的啊，这个。消毒液啦，就像一个消毒液，那我们最好是来用来擦拭我们所有会接触的好物品，好我们的家具，我们的环境，包括拖地，这个都非常适合啊。是，好，我们有准备一支影片要给大家看，这是环保署的自制影片，而且他们还结合缺水时期他们的消毒水配置，还有手部的消毒动作。然后我们看完之后进广告，广告回来呢再带大家来认识我们的环保局。现在就来为大家示范一下，在限水期间，在没有自来水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样去配置3到5 ppm 的含氯漂白水稀释液。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水放入储水桶中，接下来我们拿小朋友喝药水用的这种小量杯，上面有1到10 cc 的刻度，那我们就量取1 cc 的含氯漂白水，然后加入10公升的清水中均匀搅拌之后，这样我们就完成3到5 ppm 含氯漂白水的配置。现在第一个容器中，我们会准备1250 cc 的清水。那接下来我们再用这种15到20 cc 的免洗汤匙量取含氯漂白水汤水，然后加到1250 cc 的清水中搅拌均匀，这样我们就完成第一个步骤的稀释液。接下来我们准备第二个容器，我们先在容器中准备5000 cc 的清水。再来我们从第一步骤的稀释液中舀取量的免洗汤匙的量，加到刚刚配置的5000 cc 的清水中，搅拌均匀，这样就可以同样获得3到5 ppm 含氯漂白水的稀释。我们在完成了第二个3到5 ppm 含氯漂白水的配置方式之后呢，我们建议是将这个稀释液放置到有盖子以及有水龙头的储水桶当中，储放，并且建议在配置完之后的24小时之内使用完毕。那因为含氯漂白水容易挥发，那如果说超过24小时，可能无法达到有效消除病菌的目的。首先，我们打开配置好的3到5 ppm 的漂白水的水龙头，沾取适当的漂白水搓洗手部。首先，先搓洗手掌，接着搓洗手背、手指缝。及指尖、虎口以及手腕上面2处的地方，在维持20秒之后，我们再打开水龙头，用适量的漂白水冲洗双手。这时候，因为手上没有残余的漂白水，所以我们接下来用清水适量冲洗双手，直到将手上的残余漂白水冲洗干净。最后，我们再擦手指，看看手上的残余水渍，这样完成了正确的洗手方式。资料组吗？来，好，我领，走，小心要小心。明天。的协助，从赋能照护服务的协助，以及
我的高血压、高血糖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都一一得到了帮助。现在我要跟我的孩子去庆祝喽。我是之前去你们公司应征的张先生，你们不是说会再通知我上班时间吗？都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哎，怎么都还没有消息？先生，你以为来填个资料就能保证录取吗？你想想，怎么可能嘛？哎，等一下，那至少身份证上存折要还给我吧，我还花了好几万块买你们公司的产品哎，你们这样不行，我要退费。喂喂，你说什么？哎，我听不清楚。喂，求职防骗，请记住三要七不。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劳资关系科提醒您。我的梦想是当英雄，因为英雄很厉害，可以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现在的我是一名照护员，每天都尽力的帮助那些有长照需要的人和他们的家庭，生命充满意义。照护员是你的英雄，也是你的家人。她是我的同事张小姐，有她在啊，阿公阿嬷开心又安心。这位奶奶喜欢待在家里，比较有安全感，陈阿姨会来照顾她，偶尔也会下厨给奶奶吃哦。妈妈来，哎，妈妈棒棒棒。我出去这段时间就麻烦你喽。我们知道，家人与工作两头烧的你，偶尔也需要照顾服务员的帮忙。长照2.0，我们照顾您。用偏红的二号粉底遮掩泛黄的肤色，用黑色的发油隐藏异常的落发，用益智力和营养品弥补过于疲累的身体。与其注重外表，更要看重内在的健康。政府提供健康检查补助，好好保护真正的自己。国民健康署真心提醒。爸爸出院后该如何照顾他呢？别担心，回家后的长期照顾我们来帮您安排。长照出院准备服务，评估您家人出院后的照顾需求。出院3天前完成评估，连接长照服务，像是居家服务、居家护理、居家复健、简易生活辅具租借等等。符合资格者回家1周内就可以得到长照服务。长照出院准备服务，安心出院不担心。欢迎回到关心市政做回来的节目，我是蔡小君。今天为您邀请到是我们环保局局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在上半场呢，局长跟我们谈了我们的消毒大队，然后还有各项的公共环境的消毒措施。那当然很重要，刚才有讲了，我们要自制消毒水，把我们居家环境给打扫干净。那要来请教局长，因为大家常常都会搞不清楚什么次氯酸水啊、酒精啊、二氧化氯啊、漂白水啊，其实很多 YouTube 或者是你上网查都有资料，但是还是会让人家心存质疑，所以我们要请局长来跟大家大解答喽。其实次氯酸水，次氯酸其实就是次氯酸，其实我们的跟我们漂白水的结构差不多都很类似的。那先从漂白水来讲，漂白水是使用次氯酸钠，那这样的一个是属于比较稳定的一个的化学物质啦，但是你经由水的一个稀释，那它可以成为我们很好的一个消毒剂。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还是一样，还是会建议我们还是尽量买漂白水，而且漂白水的售价也相对比较便宜，而且所有的各大卖场，甚至我们的便利商店其实都有卖这样的一个漂白水哦，这个平常就可以买得到，而且价格便宜，而且我刚才有讲它的稀释也非常方便，只要两瓶盖再加上2000cc 就一桶的保特瓶，你就可以自制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消毒剂。那刚才主持人有特别讲到次氯酸水啦，次氯酸水，那其实很多东西的这样像一个次氯酸水或是二氧化氯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一般次氯酸水这个一般就是在对于器皿的一个消毒的效果会比较好，
那我们也建议，因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次氯酸水，尽量不要沾到皮肤啦，哦，沾到皮肤。那刚才人家讲说啊，那漂白水可不可以沾到皮肤？其实漂白水你沾到皮肤，用清水你就洗得掉了。啊，次氯酸水洗不掉？次氯酸也会啦，就是你水会掉，但是次氯酸水会对你的皮肤会比较大的伤害性，所以我们会讲说，就跟你摸到化学物质一样，你还是赶快把它冲洗掉，赶快冲干净，冲洗掉。那我们本来就是次氯，我们的消毒水，我们一般都希望建议用漂白水。那这样漂白水的东西，其实它很容易都溶于水。就可以迅速把它清除掉。哎，我最近有看我们同事，他是直接拿一块锭，然后泡在那个保特瓶里面。那个是次氯酸锭吗？对，次氯酸锭，它是用锭哈。然后这个一样，就是你泡完那个锭，要因为它次氯酸不好保存，是对它只要受到光。或者是打开它就马上就挥发掉，或者是光的反应就掉，所以就是厂商就是为了要方便，就是它用做成定状的，然后利用那个所谓的包装把它密封起来，使用的时候，那次氯酸这个东西一定要赶快使用完毕哦，使用完毕，然后它也某种程度是可以取代啦，哦，也是可以取代啊我们的漂白水啊，对。欸，真的要赶快用完，因为刚才说它如果没用完的话，它会整个挥发掉，连瓶盖盖紧的时候，瓶盖也会裂掉，对不对？对，所以我们这边会建议啦，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赶快用哦，你们可能因为为了便于携带，因为毕竟那个所谓的漂白水它还是有它的重量嘛，是它还有它的重量。那为了要携带方便或者在储存方便，所以它用次氯酸的这样一个次氯酸锭。好，那其实效果是差不多，但是我们的建议都是不要再直接碰到皮肤，或者是不要用在金属的，好，金属的上面会产生反应呐。是，所以我们来建议说，哎，这个要特别注意了。是，那二氧化氯呢？二氧化氯它其实在自然界是没有这个东西会存在，它是被强迫被制造出来的，对，所以有些就是会利用所谓的二氧化氯做于空间的一个消毒，所以现在很多房间就因应了这次的疫情，有发展出很多室内的所谓的一个消毒机，那它就是以喷出这样的一个二氧化氯的一个方式来啊，然后达到所谓的这个空间的一个消毒的一个作用啊，所以也是有效的，也是有效，也是有效，就是让。因为任何的这样子利用氯来消毒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都有效。那我们只是考量它一个利弊的是，就是对于人体的损害率，还有会治病哈，会染疫的哈，这个来做一个调配啦哈。那其实以现在最简单的方式，还是我们还是建议用酒精，用75% 的一个酒精来对于消毒，然后利用我们的漂白水。来对于我们的家具手会摸到的地方，包括门把那个做一个消毒。对，那当然坊间上还会有看到纳米银离子水，那这个又是什么呢？这个因为这个最早用我们那个最早是用银呐，哈，银来抑制，因为我们以前看那个古装剧，对，都有一个银针来试针来试毒啊，对对啊，就是利用银的这样的来抑制哦。那因为这个长期以前就有用，包括冰箱的除臭啊，哦，都会用这所谓的一个银哈这样的一个东西来了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价格当然是比较高啦，比较高哈嘞。是，所以它对病毒的生长的抑制。是有一定的效果就对了。哎，对啦，但是就是它，就我们有看很多，包括我们的冰箱也是都用银，它是最主要是除臭，是把那一些东西做一个分解啦哈。那这样的一个效用，遇到这一次的疫情来讲，所以这个还要看看啦哈。它的效果可能没有我们在之前用酒精。或者是想象中的好，水来的好啊。对，好，那当然了，我们个人随身物品其实最重要就是要好好的消毒，包括我们戴在手上的手表啊、手环啊、项链啊，还有手机，是不是？局长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是，我想好，就是尤其在这个疫情好非常严峻的时代。其实我们手机现在常常都不离手，其实手机的最要消毒也是要记得要消毒，全身都记得了哈，常常会遗忘的是手机，结果它是陪伴我们生活最长时间的，所以我们会这段时间就是说你酒精也要记得哈，在用手机用酒精是最快了，因为我们随身都有，包括我现在就随身就有
都会随身带一罐。哎、欸，对对对，那你就可以把手机拿出来喷一喷，喷一喷，尤其是你镜面。好，我们那个荧幕面 的部分要摸嘛，嗯，对，那也要记得背面也要，背面也要，因为我们的 手摸到的地方都要，手摸到的地方都要做一个。那喷完之后就把它擦干，对对，记得还是要拿卫生纸把它擦干。还好我们现在的荧幕都会贴保护贴，是，对对，那至少那让那一个所谓的保护贴的这个镜面能够来协助，然后至少上面不要有残留，好，这样的一个。有病毒发生的一个机会，对对对，不要给病毒任何机会。那刚才有说到了，我们居家就是自己照顾好了，但是如果居家隔离者呢？居家隔离者他们的垃圾怎么丢？然后他们的口罩什么，是不是也有特殊要规定的地方？对，我想这段时间那个因为疫情的严峻，所以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人数会大增，包括一些防疫旅馆都一样，都会有。那很多人就会讲 啊，这些人的垃圾会不会跟我们一起丢？哎、欸，我们每天在这个定点丢垃圾的时候，会不会碰到？会不会遇到他们？哦，在这边跟大家市民好朋友说明，哦，这些所谓的居家隔离、居家检疫人的垃圾，我们现在是采分流的方式。环保局现在的，你现在看到我们正常的垃圾车时间到定点停的这些东西的部分，原则上是不会收任何有关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垃圾，因为居家检疫和居家隔离的垃圾，我们是委托专业的清除机构来收，然后环保局也会派员也会监督他收取的状况，因为我们怕很多人说，哎。到时候你没有收好乱丢，那就会造成一个疫情的一个破口。对，所以在这边跟市民好朋友说，其实现在这个居家检疫或居家隔离，甚至防疫，防疫饭店的这些的垃圾废弃物，现在是采分流的方式，不会混在一起，不会混在一起。嗯、那这样不会混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会各自处理，这些垃圾也不会进到我们的焚化炉。这些居家隔离和居家检疫的垃圾也不进到我们焚化炉里面来，那怎么消毒啊？对，他们会送到专门处理所谓的医疗废弃物、感染性废弃物的处理厂，好来做一个处理。所以现在是采两套分流的一个方式来办理。好，所以环保局还是服务我们市民好朋友。那这样的一个居家隔离和居家检疫的人，由我们专业的清除处理机构，再到专门的处理厂。来做一个处理，那最主要就是减少这样混装。那我们也因应了这段疫情的关系，我们焚化炉目前也是采最高标准的一个防疫措施。温度开到最大吗？哎，一定的啦，哈，这个一定就是我们处理垃圾是放心，我们绝对这样会非常处理。那以前的时候，我们是怕垃圾车会。资源回收会分不好或什么的，都会要求，垃圾车先把垃圾倒下来，我们专人来检查，你有没有做好分类？如果没有做好分类，我们就要把一些可以回收的，比如保特瓶啊，或者是纸箱这些都会捡起来。那为了这次的因应疫情，我们现在就不采所谓的检查，所谓的垃圾，我们收到这些废弃物，进场之后，我们全部都要赶快倒到厨坑。减少跟工作人员接触的机会啦，啊，这样减少工作人员的机会的话，就是可以避免，即便这些垃圾有所谓的病毒的话，它也可以赶快进到我们焚化炉的系统里面，然后赶快做一个处理。那当然就温度还是要维持高温的，现在一定都是950度的这样的一个高温来处理我们的垃圾。是，好，那要跟大家说的是不用担心，因为其实都已经分流做好的，都有专人服务。但环保局就是我们平常把自己的事做好就好，环保局都会帮我们把关。那说到这一次的疫情，很多民众都变成厨师，你知道，每个人都变厨师，然后那个家长又变安亲班老师之类的。对，那厨师的话，有时候没办法自己在家里这样子天天煮啊，都会出去买。那就有一个。民众在问了，就是依环保署免洗餐具限制使用对象及实施方式公告，许多餐饮业者不可以提供用餐者任何材质的免洗餐具，但是因为这一次疫情是不是开放？现在要讲好，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原则上都有开放，但是因为现在包括有一些县市已经不准内用了，所以本来就不会有所谓的免洗餐具。
的再使用。但是我们因为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用所谓的这种外送服务的，好，的数量真的大增。对，所以我们在垃圾的里面回收的所谓的纸餐具、纸餐盒的数量也是暴增啊！哦，这段时间也是暴增，因为很多外送服务、外送平台哦的那种电商的发展之下，那刚好这段疫情的关系减少出门，那这样的物流外送反而变成哦是一个主力了哈。所以我们在垃圾的分析当中会发现，我们的所谓的这些纸餐具的量是有增加的。那我们也是希望各位市民好朋友，就是我们把它，你当你家里真的有用到所谓的外带啊，外带我们会鼓励说，是不是可以自备自己的容器？好，就是我不会在家里煮，我去外带，那你就带自己的容器，讲简单更安全。哦，你直接装到你，因为你那个容器、你的便当盒、哦，你的锅碗瓢盆，这个至少是经过哦，我们家的自己去消毒洗过的，拿去我们带回去这样来啊，一方面可以减少这样的一个纸餐具的一个好便当盒啊，哦，这样的一个使用，那一方也会更安心。那这一段时间如果真的哈，你是透过所谓的电商平台好去外送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时候，有些纸餐具，我们也是麻烦是说这段时间能够把这些餐具至少做一次的水冲洗清洗的一个方式。然后再回收，对，然后再进行一个回收，再做一个回收。那这样的一个有这样初步的一个清洗，其实也避免所谓的一个传染。好，那因为我们队员也会收回收，那这段时间这么多的增加的量，其实也有它的风险呐。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呼吁我们市民好朋友，如果你们外带，尽量如果可以用自己的好餐具，自备餐具，好，这样是最好，自备便当盒。自备所谓的一个容器，这样去装，这样是最好。如果真的不行，需要使用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免洗的一个餐具的一个时候，那麻烦就是要务必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冲洗。那因为这次的原本中央的政策是先用所谓的免洗餐具，在7月1号要全力稽查。那因为这段的疫情的关系，我们会先暂停，然后就暂停，等疫情有过去之后，我们再恢复。希望说能够在室内、在店内用餐，能够减少一次性的一个餐具的使用了。好，那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垃圾，一方面也可以让好这样的一个资源能够再循环。好，不要说我们都用了一次性的就丢掉。是。那刚刚说到冲水这一件事情，很多民众就会问了，就基隆的集中检疫场所现在都是在医院嘛？那请问局长，他们废水处理都怎么进行？因为这关是关于水的问题，大家一看到印度就会吓一跳。还有2分钟，是，我想不管是医院的一个废水，或者是我们现在的什么防疫旅馆这样的一个废水，其实环保局都会去看。这段时间会看，那我们会要求是，包括原本医院它就有加氯消毒，就是它出来一定会经过氯。那我们这一段时间都会要求他们在最后的放流口的时候一定要投氯，我们有一个氯定，好，就是要马上要投氯。那接等于说我在加氯消毒，不管是在医院或者是防疫旅馆，其实在最后面它的污水排出来的时候，其实都有经过加氯的消毒，环保局的同仁都会定期去确认它有没有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是，今天非常谢谢局长，因为在全台疫情期间，面对个人、社会甚至是产业发展都是非常大的考验。在这里，我们要非常感谢所有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也非常感谢局长亲自来上节目来进行宣导，让我们知道有人保护着真的很好。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我也需要喘口气啊，我快撑不下去。1966，我是个案管理师，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你偶尔会需要出差，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200元。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这很棒哎，谢谢。接蜡烛吧，来，好，稳定，走，小心，要小心。年前，哎妈，妈，妈怎么了？妈怎么了？哎，妈，哥，你赶快打救护车，救护车！在1966的协助，从赋能照护服务的协助，以及我的高血压、高血糖，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都一一得到了帮助。现在，我跟我的孩子去庆祝喽。这样就好了。对啊。哇，哎，都给你帅就好了。其实啊，现在生活里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那会不会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当然啊。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是哦，像是造假的网址及 APP， 还有网络病毒啊、密码外泄啊，这些啊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所以使用行动支付就像交朋友一样，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爸爸出院后该如何照顾他呢？别担心，回家后的长期照顾我们来帮您安排。长照出院准备服务，评估您家人出院后的照顾需求。出院3天前完成评估，连接长照服务，像是居家服务、居家护理、居家复健、简易生活辅具租借等等。符合资格者回家1周内就可以得到长照服务。长照出院准备服务，安心出院不担心。搬进社会住宅，每个月我可以多汇点钱回家，有管理员，有公社，跟邻居也处得很好。最重要的是，我要做爸爸了。等孩子出生，还可以申请3房的房型，让幸福住进来，社会住宅。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
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我也需要喘口气啊，我快撑不下去。1966，我是个案管理师，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你偶尔会需要出差，建议您可以使用。